是存好心吗？不是吗？是是是是，对，好不好？我口误，我口误，我们一阵中午就犯戒了，太熟了，太熟了。深情对望三秒钟，只是我的三会比较长，请注意你的眼神。员外之类的，哎嘿，好，来这个，好，轻抚他的小脸蛋。粉丝，你可以露出雀跃的表情吗？不然你都没表情，有点可怕。如果再躺下去，就更可怕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露出幸福，还是要化妆？压了，压了，压了，压太久了，赶快送上道具啊！来来来，哇，他今，你刚刚有记得吃高血压药吧？不一样的感觉。你怎么会突然露出一个狼嚎的怒吼啊，吓坏我了。当你的手举高，让我看到你发出声音，让亚伦也看到你哦。没有这样吗？好，我们的灰色衣服的大哥今天穿得很可爱的 T 恤。